八，原始点。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狭义是指原始点位置。就狭义而言，原始点的一条脊椎与七处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各涵盖特定范围，共同作用于全身。在这些部位经按推找到的压痛点称为原始痛点。按推原始痛点之所以有助于解除症状，固然与压痛点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及治病的大开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原始点大多紧邻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有利于传导，且距离患处很近，可使疗效更为显著。故原始点既是疾病的起源处，也是治病的总开关。也因如此，通过一条脊椎及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配合热源温支，即可在其影响范围内快速解除他处体伤，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以达到治已病或治未病的目的。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分辨已病或未病之体伤位置，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其中按推属医疗，热源属保健，分辨体伤位置则属诊断。由此可见，原始点之实践不仅已具备诊断与治疗的实质，还可使诊疗融合为一，一步到位。所以就广义而言，原始点是指一门医学。啊，今天的主要要来介绍我们的原始点。那原始点的研发大家都知道了，过去都有谈到，就是从患者身上，这样不断的找开关，这样前后花了5年才找出来的。那原始点一开始是指位置，但在应用上它越来越广泛，发现它不但可以解症，然后配合热源，很多病就可以改，甚至一些疑难杂症也可以解决。然后到最后发现按推可以看有效无效来加以分辨体伤位置，到底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所以原始点进一步又发展到诊断来，而且最后又跟诊断跟治疗合在一起。那因为它有诊断功能，所以我们治胃病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比如一条脊椎七处，如果你担心你将来老人痴呆或脑中风，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头部的位置找出压痛点。也就是在总开关，我们的总开关找出压痛点是大开关了，找出来之后你再把这个体伤解决了，那这个就可以达到治胃病。所以原始点它是这样慢慢发展出来的。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狭义就是指原始点位置。那一开始是当然就是从位置开始找，为了找一条脊椎七处确实花了很多功夫。那也是因为找出来之后发现原来全身的开关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涵盖全身范围的其实一条脊椎及七处就可以了，而每一处它涵盖范围都有固定。那也是因为这样，那全身
就可以分成一条脊椎七处来管理它。那在这些位置上，你只要找出特别的压痛点，我们就称为原始痛点。那我们来讲原理，它在应用上，按推原始痛点为什么会这么有效呢？可以解除症状，当然跟压痛点有关。压痛点我们后面会讲，像孙思邈也有阿是穴，那个原理是相同。那压痛点在诊断与治疗也有提到，它是代表体相位置，这个很重要。如果它是在一条脊椎及七处，那这个叫做他处体相。那如果压痛点是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压痛点，我们称为患处痛点，是属于小开关，所以它是其体相的位置，代表你在一条脊椎七处叫他处体相，在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称为患处体相，又称小开关。那很明显的压痛点，很显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关，也代表是疾病的体相位置。好，那在压痛点，孙思邈也有阿是穴啊。那压痛点跟阿是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最大的不一样是，这个压痛点是在原始点位置找到的，特别有效，也就是这个才能称为大开关。离开了原始点之外，就不叫大开关。很显然，这个压痛点之所以会变成为大开关而这么有效，是因为它位置在原始点。那原始点为什么会在它的位置上找出来的会特别有效呢？因为原始点大多紧邻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这一句怎么解释呢？比如说我们手指头，那往上找就是手背，原始点总开关就是在原始点里。而原始点再找到压痛点，那这个就更有效。好，那我们手指头往上找就是手背，那同样手背到手肘往上找，刚好它的总开关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手肘的部位。那很明显，这样找我们就很快可以找到我们要，而且不用记。那因为它跟患处很接近，它就是你在这个范围的上方就可以找得到，记好记，然后又可以解释它为什么那么有效，有利于传导，它都是在上面找，那按了它就可以由上往下传导下来，所以才会有这么对症状有帮助，而且它距离患处又很近，几乎是涵盖范围的上方，所以因为距离近，可使疗效更为显著，所以原始点可以说是疾病的起源处，也可说是治病的总开关。好，那很显然的，原始点是总开关，那在总开关找出来的压痛点就是我们要的大开关，那就更精细了，那这样它的治疗范围效果就更好。我们通过一条脊椎及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然后配合热盐温之，这个在原始点诊断与治疗都有讲，原始点的按推一定要配合热盐，因为体相会影响热能不足，同样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相，所以在处理上按推解除体相还要配合热盐温之，效果才会加速。那这样配合之后，因为按推原始痛点它有固定的影响范围，在它影响范围内就可以解除他处体相，使疾病在如果有疾病的话就可以使疾病消弭一瞬间。那如果没有疾病呢，你从那个一条脊椎及七处找出的
压痛点按推一样，把这个体伤解决了，也可以使疾病消弭于无形。哇，这样说来，不管有病无病，它都能治疗，哦，然后达到治已病及治未病的目的。哦，当然治已病，我们包括阿是泻啦或经络穴位啦，这些都有办法，但是他们能不能治胃病，哇，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治胃病还是原始点的一个很大的特色。然后另外就是下面讲，它还带有诊断，而且在治疗按推的过程中，又可分辨已病或胃病的体相位置。因为我们按推有效，哦，那这个按推的地方啊，那个压痛点就知道它是他处体伤，那按推没有效就知道这个不是他处体伤，他疾病一定是在患处，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诊断出，哦，到底要从他处或患处下手，达到诊断的目的。所以他这样看来，按推本身是医疗，然后热源是保健，再加上分辨体伤位置是属诊断。那我们知道医学一定要包括诊断与治疗嘛，治疗要包括医疗与保健嘛。那从这里来看，实际上原始点光按推它就有医疗功效，还有遍体相位置也有诊断，如果再能配合热源，那医疗跟保健又结合在一起，那它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医学的架构。好，所以这里就在谈这些我刚刚解释的。那这么来讲，它原始点的应用就慢慢也是因为由这样开始找位置，到最后发展成治疗，到最后又进一步发展成诊断，所以它已经具备了一个医学的所有的要素。所以就广义而言，我们可以说原始点就是指一门医学。就结构而言，身体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组织包括肌肉、肌腱、韧带、筋、血管、血液、神经、骨头等等。器官包括心、肝、脾、肺、肾、小肠、胆、胃、大肠、膀胱、子宫、乳房、眼、耳、鼻、脑等等。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相辅相成，在热能的推动及空气、食物、水等众源的辅助下，共同维持着这个生命体。当这种相互依存、协同运作的关系受到伤身治病之源的破坏，就会造成体伤及热能不足，从而导致疾病症状。即从结构而言，就是从西医的解剖学了，也可以这么说啊。那身体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组合而成，什么是属于组织呢？啊，这是都照西医的解说，这个就不再解释。那器官这里也多，也有罗列很多啊。那所有这些组织器官的运作，它彼此是相辅相成，单一的组织不可能自己运作，哦，一定要还有器官。同样，器官哦，比如心肝脾肺肾，它彼此之间也都要互相帮忙啊，哦，也不可能说啊，独自就能运作啊，是不可能的啊，哦，所以他们是在这种相辅相成的情况下，然后光这些组织器官运作背后还要有一个动力去推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热能。简单讲，组织器官如果像一般的设备，它要这些设备要运作，后面一定要有插电，要有电力，那热能就是电力，那组织器官就是这些设备。那有了正常的运作，还有热能，还要怎么样？因为生命
要维持住，还要有空气。你看它在运作，所以外面的盐也很重要。一个人当鼻子、嘴巴啊，不吸气、不吐气，那这样能憋多久？没有几分钟，人就差不多了啊，就挂了啊。所以可见哦，这个生命也是不能外哦，也就是排除这些外盐，不可能的。那这些外盐，比如空气，还有食物，我们不吃食物啊，比如说早上听课。那听一听，你什么都不做，到了中午你自己肚子就饿了，身体就会反应，哎呀，我热能不足了，啊，要补充食物，啊，还要有食物，生命才能维持下去，还要有水，啊，所以生命要维持，不止你看你自己的运作要正常以外，还要有外延，啊，那这些外延指的当然，啊，空气、食物、水，这些都是。很最基本的啊，也就是在这些这么多的重盐的辅助下，然后这个生命才能够维持住。也就是简单讲，我们探讨生命一定要考虑到的不只是我们身体本身，还要考虑到环境的啊。所以当这种相互依存、协同运作的关系受到伤身之病之盐的破坏。就会造成体相及热能不足，从而导致疾病症状。我们知道，这些伤身治病之源，也有可能来自于环境，比如像新冠病毒这种传染，就来自于外来的环境。那如果我们不注意，一感染，身体就会受它的影响，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甚至你会严重消耗热能，那电力也不够，推动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就更困难，所以很多疾病就会产生。同样，你身体没有保，就是照顾好，当然也会身体也会生病，比如你平常都不运动，然后好怒，然后。情绪起伏太大，然后又作息又不好，常常熬夜，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当然电力就不够了，也就热能一定就不足了，那这样久而久之，身体就会产生体伤跟热能不足，所以它有可能来自于外面，也有可能自己本身没有照顾好，就慢慢形成了。那当然，外来的蛮多了，也不只是病毒，有可能车祸啊，或自己不小心摔伤啊，这些都会，好，那简单的讲，我们人伤身治病之源，这些会伤害我们身体，尽量能避开，尽量避开，那这样我们身体才会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么，体伤及热能不足为何会导致疾病？究其原因，比如痛症的产生，需借由神经传导，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不仅需有血液滋润，血管、肌肉、骨头等组织也要加入。即便如此，如果心脏不跳，神经仍不能传导，以此类推，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而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则需靠热能来推动。故身体正常运作必无痛症，可是，一旦有运作失调的体伤，或能量不足以供应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发生。就有可能导致痛症。反观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不但不同于体伤及热能不足，而且还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所以是果而非因。正因如此，
治疗疾病必须顾及全身的运作，不能只从组织器官的异常或受损下手。那为什么体相，也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或德人不足，也就是电力不够，去维持这些设备的正常运作，就会产生问题呢？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有体相，组织器官运作失调，或是你电热能根本不够，然后也不能维持组织器官运作，那这样都会导致疾病。那我们就来探讨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这里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疼痛好了。那疼痛它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知道疼痛，你会感觉疼痛一定要借由神经传导，如果你神经不能传导，你根本人都麻痹了，你怎么还会有痛症啊？所以你看手术它会打麻醉剂啊，让你感觉迟钝了，神经虽然有传导，感觉迟钝了啊，你那个痛虽然有，但就不会那么明显。但正常的人只要有神经维持着这样的运作，只要还在运作那只要一失调，它就会发出讯号，痛症就是其中的一个讯号。所以痛症的产生必须要借由神经传导。那神经它独自能传导吗？也不可能。它如果血液没有滋润到血管神经也就血液没有滋润神经，它也不能发挥啊。所以还要有血液滋润。那血液呢，它要去滋润神经，血液还要有血管，要不然血液四溅到处乱跑，那你也不可能都神经都能够滋润到。所以还要有血管、肌肉、骨头的加入。骨头就是一个人体的结构。你没有骨头，你就算一团肉球，你也无法传导。所以很明显，这些组织它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互相作用。好，那所以这些组织都要加入才可以。那有了组织这些彼此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运作关系，就能够维持吗？还不行。最后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器官的加入。好，我们来看看，如果心脏不跳，它能够运作吗？好，我常常问就是以前讲课都会问我问那些观听众，我说眼睛能看吗？他就说当然可以看啊，一般人直觉是这样。那如果眼睛能看，我就说那死人也有眼睛啊，那为什么死人看不到？可见眼睛你还是要有怎么样，还要有刚刚我讲的，要有神经的传导、血管的滋润这些。那同样的，你有了这些组织，那患者心脏不跳了，也就骤停了，那这些组织器官还能运作吗？同样也不行。所以光组织是不够的，还要有器官的加入。那心脏不跳就不行，那难道心肝脾肺肾如果不运作，心脏能够独跳吗？也不行器官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看来各种器官也要参与。所以我们说组织跟器官他们彼此是要互相依存、协同运作的关系这个关系一定是这样。好，那有了组织跟器官，你眼睛才可以看得到，你身体的功能才可以发挥嘛。如果没有了，那这些都不行。那这些组织器官都参与了，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后面还要有一股动力去推动它。也许我们说的是热能，那中医可能说的是气血去推动这些组织器官运作。
那不管讲的啊，虽然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识，哦，这些组织器官它本身是不能自己运作，它是还要有靠一个推动力。那原始点的解释就是热能，哦，这个热能非常重要，哦，所以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最后要靠热能来推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结论了，也就是身体如果维持正常运作，那正常运作就是有热能去推动它，它身体组织器官也运作都完全顺畅，也就没有体伤。那在中医可能就是正气也足，正气足，邪也不可干，所以维持正常运作，那这样就不会生病。所以这里的结论也是这样，身体组织器官运作正常，那必无痛症。可是一旦组织器官如果运作失调，有了体伤，或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不够，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那这样有了这种热能不足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就可能导致痛症。所以痛症它一定是我们器官组织运作失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能量不够，不能维持正常运作，所以才会导致痛症。那如果热能完全没有，那当然都停止了，那不要说是痛症，根本就没有反应，人就可能往生了，就是死人了。好，那很明显，痛症的产生，很从这个整个解剖还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疾病的产生一定要有运作失调，那运作失调又要考虑到可能是电力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后才说，那个痛症，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那当然，痛症也不例外。这一点跟中医的讲法是比较一致的。中医也是说，他们在讨论像心肝脾肺肾啊，他们相生相克啊，彼此互为影响啊，这些中医也都有提到，不可能单独的一个脏腑跟其他无不相干的，而他能正常运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整体观来看，中医跟原始点这一点是比较一样的，那西医就不一样了。西医他们常常说，检查出来局部的，他们就认为是疾病之因，而不是用整体观来看。我们来看西医检查，他们检查出来的异常包括异常指数嘛。各种异常的组织，还有组织受损，这些在疾病与衰老都有讲。异常除了包括异常指数，还有异常形态。异常指数，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血糖过，那个还有，血脂肪过高啦，这一类的。那组织受损包括肌腱断裂啦、脑出血啦、胃出血啦，溃疡、粘连、发炎之类，这些都属于组织受损。但是西医会用局部的，就说这个是疾病之因，显然它不是，它既非体伤，也非热能不足嘛，所以根本不是疾病之因。很显然，这些检查出来是果，而且果局部的，要来谈疾病。这个是有欠缺的。我们说各种组织器官都是互为影响，后面还要有热能，这些运作失调下才有可能产生疾病。怎么会是单一你造出来的一个数据或是一个异常形态就会产生呢？甚至这些组织受损本身也是属果啊，也不会导致疾病啊，果不生果。前面这些都已经讲所以是果而非因。所以正因如此，从整体来看，治疗疾病也必须要，
顾及全身的运作，而不能只有以仪器检查那种比较狭隘的，然后微细的这种检查出来的这种很微细的来说是疾病之一，那个是不对的，而且这样常常很多疾病就治不好，这也是目前西医面临的困境。那这些我们前面都已经讲，所以从整体观来讲，我认为这才符合人体啊。但西医越研究越细，反而走进死胡同了。我们也说，反观仪器检查出来，就已经代表仪器检查它看不到整体，也就是见树不见林啊，有这种味道。那这样对我们处理疾病是有一点走偏了，有走偏的味道。有疾病必有体伤，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能激发体内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使其所影响范围的自愈力、修复力增强，进而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此症与中医阿是穴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并与针刺穴位产生针感获得疗效的原因亦相仿佛。由于按推原始痛点的疗效会随距离患处越远越减直至消失，因此治病必须按推患处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若无法立即改善，应就近在患处周围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如此才能弥补按推原始痛点之力有未逮，从而达到解除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但因按推原始痛点乃至患处痛点难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所以若要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仍需结合外内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才行。我们说有疾病，疾病是属果嘛，那有果必有因，一定可以找到疾病之因。那疾病之因前面也有讲，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啊，所以你有疾病一定可以找到体伤，也就是压痛点。那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也就是在它一条脊椎及七处的位置找到压痛点之后按推，那按推之后它会刺激啊，因为压痛点一按就是啊很痛啊，那很痛我们前面就解释了，这个痛是由神经来传导，也要有血液来滋润，所以各种组织都要参与，然后最后包括心脏各种器官也要参与，然后也会带动热能来推动它，热能来推动这些组织器官，这样也就是它按推影响，我们前面有讲每一处的原始点它都有按影响一个固定范围，那你按推下去这个范围的运作就会加强了，所以它会使其影响范围的自愈力跟修复力增强，那在加速运作的过程中它就可以进一步来改善我们组织器官运作修复体伤，来达到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而且这样按下去那个解除病症是很快的。我们如果说比如说你手腕痛，你在手肘开关找到压痛点，那这样一按一般都是一两分钟内就可以把手腕改善，原始点那个速度是非常快速，
在现有的医疗中，你看，哦，这样一两分钟就能解决，哦，应该是没有这么快速的医学了。医学应该我认为很难做到一两分钟内解决。那原始点确实有这样的啊，如果是属他处体伤啊，那这也是为什么那个孙思邈啊一直说压痛点，也就是阿是穴，比十四经络的穴位更为有效。确实压痛点，它一刺激了啊，整个组织器官跟热能都被带动起来，那修复力就特别强。那这里就开始来讲啊，我们刚刚讲阿是穴，阿是穴原理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找阿是穴？就是压得特别痛，因为那个痛，它就会带动各种组织器官运作嘛，然后最后热能也会被带动上来，然后加速循环，所以就能加速修复体伤。它的原理也是在这里，哦，所以我们说以啊这个阿是穴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那同样的深次穴位，哦，产生增感获得疗效的原因亦相仿佛，因为穴位虽然不是阿是穴，哦，阿是穴是根本不用拿针啊，拿针刺，你只要一压就痛。那你看哦，针刺哪个部位？不要说穴位啊。任何扎的地方都会刺痛，所以，一般患者老实讲，我认为接受度会比按推的接受度还要低。这也是在我之前，就是在开诊所的时候，我会针刺，也会帮人家按推。而我常常问患者啊，你喜欢按推还是喜欢针刺？大部分的患者，绝大部分都喜欢按推，而不喜欢针。哪一个人喜欢针去刺你的肉？想也可想而知。但是我们的医学针刺穴位，它其实原理为什么要针到让你痛？就是针刺穴位产生针感。针什么叫针感？就是酸、麻、胀、这些都是属于针感。如果你扎下去，啊，软绵绵的像豆腐，啊，患者也没什么感觉，那这个就没有针感，没有针感就没有疗效，啊，这样说来，哦，原来针刺就是要有产生哦这些酸麻胀哦的一些感觉，哦才有效，那不就是跟阿是穴的原理是一样？阿是穴是真正找到压了就会痛，但穴位因为它没有压。阿是穴，所以只好借针，然后来靠一些啊，比如说提针、提插啊，有时候把针提起来又插进去，提插，还有靠捻转来产生这些刺激跟针感，然后来达到哦有效哦，所以这样现在来看中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有一些针刺的手法，就是增加刺激感。但不要太迷信说，说哦有什么手法，有什么偷天梁、烧山火啊、哦、这一类的，倒也不必想太多，它只是一个刺激啊，刺激了之后啊、哦，那个我们啊、哦、组织器官就会加速运作啊、哦。那我想拍打的原理也是一样，拍打的原理也是啊、哦，产生一些痛，然后让循环啊、哦、局部的循环加速，但这些同样的。哦，都要哦注意，就是我们在医疗与保健讲的，哦，你如果没有找到真正疾病之因，乱插也不行的，哦，甚至身体虚的，你针刺啊穴位，有时候也会晕针呐，啊，有些人体力比较虚的，哦，就会倒下去。那同样拍打，你如果不懂方法，哦，然后再换处，哦，就拍打。啊，我们说有时候眼睛痛，你拍打眼睛，甚至你拍打到成熊猫眼，你的眼睛痛还是好不了啊。哦，所以都是一样，要找到疾病之因，重点是在这样才有效。所以阿是穴啊，孙思邈是在患处避开患处往上找
凿到，压下去就会特别痛的，哎，这个就有效。那中医因为穴位已经固定，他不用确定阿是穴，所以他只好拿针怎么样？来靠针法提扎捻转来达到针感酸胀麻这些感觉出来，然后来获得疗效。好，那这个原理其实现在来看都是相通或是相类似的。那这样了解了之后，那按推原始痛点，当然比阿是穴，我前面已经讲，一定会更有效。理由很简单嘛，压痛点就是阿是穴，然后压痛点又刚好是在总开关，也就是疾病起源处的总开关，那当然就更有效。好，那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进一步来讲这个压痛点。如果随着距离患处越远越减，就会越来越弱，然后直至消失，到最后疗效都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手指麻，那应该按手背，结果你按到手肘，虽然手肘开关按下去，也手指麻也会有效，但效果就不如手背部的开关有效。那如果你又按到肩部原始点，对手麻有没有效？哎，有些还是有效哦，它会作用到手肘，又作用到手背部，而达到手指，还是有一点点效。但你如果再往上找头部原始点，你再按，哎，可能手指麻就改善不了。可见。那个压痛点如果离开患处越远，它疗效就会越减。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按推原始痛点无效，就属患处体伤，反而要去患处周围更近的地方找压痛点来解决。那这个道理就不言可喻了。但记得患处周围找出的压痛点是属小开关，它是不能独立存在，它一定要是大开关按推之后，没有效果，它才可以使用。所以简单的讲，它就是可以提升局部的治愈力、修复力，来加强原始痛点的力有未逮，如此而已啊！这样才能达到解决疾病。好，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原始点事实上比阿是穴已经更进步了。为什么？因为阿是穴它也没有是在他处跟患处的概念也就是阿是穴如果是在我们的原始点位置找到，那显然这个阿是穴它作用的范围就蛮明显的，但如果是在患处周围找到的小开关，那它作用只有解决患处而已。那在原始点找到的，它可以影响的是立体式、成片区的，这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很明显，阿是穴没有谈到那么深入，这也是原始点。慢慢一路这样研发出来，才可以研发到哇，原来身体的阿是穴其实是很多的，也不是这么难找，但它都有固定位置，比如我说手指麻，你可能在手背部，手背部一定有压痛点，在手肘你也可能找得到，在肩部也可能找得到，很奇怪，有些，但只要你找到。而就对手指麻会有一点点效，但离开越远就越少。那可以想见，阿是穴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没很多很多地方都很难找。事实上它还有分大
大开关跟小开关，啊，光阿四线就有这样分。但我相信孙思邈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想象到，这也是为什么原始痛点最后可以发展到诊断跟治疗合而为一。按推的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可以辨体相位置的理由。那针刺穴位就在孙思邈，因为他的比较中就觉得又比阿四穴的效果更差了，因为他不是去找压痛点。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压痛点它是体相的位置，也就是它真正是疾病的起源处。如果与原始痛点来看，疾病的起源处，如果你一般你就把穴位固定，而且穴位还有一个问题，有些人眼睛痛他会扎手，哇，他手跟眼睛差那么远。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眼睛痛，我们是按推头部原始点，绝对不会去扎手，也不会去扎脚，手脚都这么远，但中医会。那为什么还会有效？因为它还是会传导，但是它传导过来已经力量减弱，所以它必须要靠针刺穴位提插黏黏转来刺激针感来获得疗效，这样才可以提升。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来用这些手法，我认为还是不如再就近按。所以中医来看经络穴位确实那个观念没有像阿四穴那么放心。那如果大家又不知道好像一个病远处也可以扎近处也可以扎，但你的标准在哪里？这个中医可能还要有很多进步的空间。那这里我就稍微点到而已。那在后面我们会有讲，下一堂会讲到原经络穴位、阿四穴还有原始痛点这三者的比较，那这个就会讲得更清楚。按推我们知道都是属于医疗，那原始点按推原始痛点如果没有立即改善的话，那就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但不管你是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你都不可能靠按推来改善热能不足，这个是达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热源，那热能改善了你体力才会增强，所以这样才能够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无病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我们举以前讲课我们就放的像腹水好了。腹水你即便按推原始痛点你再怎么按，它热能不足会改善吗？不可能，而且甚至还会消耗热能。所以我们一定要温敷，温敷完才按推，这一部分一定要记得。像腹水一定要先温敷，然后温敷按推完，你要再涂姜本梨也可以，或是涂完姜本梨再按推也可以，但温敷这一个动作一定要先做。还也有我们重病处理，就是一边照远红外线或是电热器，一边涂姜本梨，然后涂完三遍之后再按推，按推完再用保鲜膜包，这样也可以。反正重病一定是先热源为主就是了，然后再配合按推。可见你光只有按推你不能改善热能不足啊，那怎么能够保命？像这种已经命危的你是不可能做到。所以这一点在做原始点特别强调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始点它的按推跟外内热源是不可能分开的常常是结合在一起。那也因为它结合在一起，所以你有病就可以，即便是比较危急的病你都可以经过这样的处理，让患者怎么样立刻
改善，起码像命为的，我相信像这种命为腹水已经这么胀了，他跑中医，中医真的能够让他立刻改善吗？这个大家都可以想一想，然后一下子让他，我处理完之后让他减轻三四成，哪一家中医诊所可以做到，或中医医院可以做到？我看是很难，我自己当过中医师，我也知道。好，不要说中医了，像这么腹水已经很严重的，他去西医，真的能够搞一两个小时，让他舒服三四成，而且完全是让他就是完全没有破坏性、伤害性，然后让他自己身体感觉很舒服的。而且我说过了。第一天我处理完之后，他回来跟我讲，前两三天都还蛮舒服的。我处理完那个舒服度都还可以持续到两三天呢，我这真的已经算很不容易。但这些是靠按推做来的吗？肯定不是。所以这也就是按推原始痛点跟灌注痛点，有了医疗还要强调保健。那西医就更不用谈，西医是没有热能的概念，也就是没有保健的手法跟处理方法，所以他们比较强调在医疗上，所以到重病的时候，反而我认为中医跟原始点，尤其原始点，应该更值得推荐了，所以这里就讲为什么原始点更值得推荐，因为原始点按推跟外内热源是完全结合的，而且还有其他保健方法。其他保健方法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在日常生活中还要配合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这几项原始点非常重视。那这些配合了外内热源，当然热源也牵涉到饮食种种，怎么保暖这些。如果都能做到，然后患者也能够配合，即便命危，我认为还是有希望，只是要很努力就是了。